不过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是针对哪个区块，针对是这个区块，所以第一个请你先把确诊一复制一个改叫 VBA， OK 齁，所以这个是用 index 啦齁，加密的，那你复制一个我们变 VB 啊，这个名称把它改 VBA。 第二个我希望做出来就是按下它自动 OK 了，按下它自动清除了 OK。 那所以呢你需要知道第一件事情程式该如何写，因为我是针对这个区块，所以这个区块的话第一个啦齁，你因为它不是单一个一个栏，而是总共有第一道区栏，所以齁这边有第二列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 for 哎对，特别注意啊，这边有栏对 for j， 所以多一个 j， 那这个要用数字哦，4到4567嘛，4到7 OK， 所以特别注意要两个回圈哦。好，那首先你可以先写清楚，清楚的话就是 sales 的 ij 里面等于什么，等于没有东西 OK， 所以哦如果我先写清楚的话，写出来哦会是长这样子，哎，插入一个模组，插入一个清楚有没有，然后呢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嘛 OK， 看一下，然后 for j 有没有等于4到7 next，然后它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哦，就是 sales 的 i 列的追栏等于没有，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啦哈、哦。所以我如果按 F8 好了 ，F8 出哈，你会发现哦，它会先清哪一个？它会先清这一个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把丢进来了，没有了。OK， 然后下一个，下一个它会下一栏，就是一栏哦，浏阳河不见了，下一个工号不见了，所以在那时。它又跳下一列了，所以现在 I 是第二列了，把第二列先清掉，下一列的意思，哎，下一列的话 I 就等于3，那3就会下一个，哎，有没有？就一个一个把它清掉了，这样执行，应该可以懂这意思了，好、哦，清除哦。那如果人事分栏的话，哈、哦，你可以从什么？从清除先写完之后，然后呢，再把，哎，可是问题哦，我需要的就不是清除，而是什么？帮我把东西带过来。那怎么样把东西带过来最简单？哎，特别注意哦，这边的话哦，我们要把哪一列？哎，特别注意，这个是如果你不会的话啦，你至少要会写什么？这个储存格的表示法写在这里。这个的话，如果用那个，你也可以用 range， 你也可以用 sales。这个的话，你可以用 range，ing 有没有？哎 ，range 刮弧的 B 什么 ？B 二嘛，对哈、哦。B2 储存，意思说，哎，帮我把 B2 储存格带到这边来，哎嘛，哎，这个带到前面去嘛，啊，当然如果你写成这样会怎么样？执行，哎，全部都带 B2， 不对啊，我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这个是 B2， 可是下一个应该变 B3， 下一个变 B4 啊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数字哈、哦，如果把它变动一下的话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那可是怎么变动哦？前面好像讲过嘛，你可以怎么样串一个 K， 哎 K 还记得吧？有 K 的预设值，你就打在这边 K 预设值初始值等于2嘛。那每只要跑一次的话，我后面怎么样 ？K 等于等于什么了 ？K 加哎对，有印象吗 ？OK 有写没有？在那个乐透彩那边不是有吗？输出那个7个号码吗？哦，如果没印象的话，请你复习一下那个乐透彩，写法一模一样啊。啊，这一招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是它初始值是2嘛，它就 B2， 对不对？把2串到这边变 B2， 那如果加1的话，再来它就变 B3 了，再来就变 B4 了。哎，有没有意思？就是这样，叭叭叭叭，不就 OK 了吗？哦，看得懂意思吧？哈、哦，很简单啊，我程式写的实在是。这都我自己想出来的哦，这种写法跟其他人写法不太一样，是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写，好，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，哎，结果有没有？就把它点两下 ，OK， 就变成说刚刚的 index 哦，有没有 ？index 也是这样跑嘛，可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我要怎么样留下那个我要的部分？啊，其实你就可以拿刚刚 mid 啦。其实刚刚我们 mid 哈、哦，跟用那个这边 VBA mid 一样，所以你打一个 mid 前刮弧。那刚刚我不是把 index 贴过来吗？啊，其实道理一样，逗点
几个字 len 嘛，刮胡有没有？算哪个呢？算它上面这个。啊，上面这个的储存格表示法就是 sales， 刮胡哪一列第一列，哪一栏？哎，如果你现在用第一栏的话，哈，它将来怎么样？将来会变成都是四个字，可是问题其他栏有两个字，两个字四个字，那不对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要变动。 所以变动的话，你就不能用追，你就变成要跟着这个，不能用低，你变成要跟着这个，第一次是四，第二次就五，哎，你可以跟着变，那跟着变的话，你这边可以改成追就好了。OK 哈，这个比较容易出错在这里哦。好 ，OK， 然后呢加二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刚刚加啊，逗点在多少？99，后刮胡，好，大功告成了。 哎，不，这边还有逗点啊，后刮胡少加了，加，看啊，对，这个 len 啊，这个后刮胡要加在这边，有没有 ？len 前刮胡，它的后刮胡在这里，好，然后把这个储存格放在这里，让它算几个字 ，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，试一下 O 不 OK 呢？哈，来看一下，执行一下，哎，这样的话。 结果哈也会是跟刚刚一模一样，好 ，OK， 那这个答案呢，云端上也有了哈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我只是把那个拆解的步骤啊跟各位说一下。那在325哈，我们这边也有哦，答案应该一模一样啊 ，K， 然后我这边是第一阶段哈，第一这个是第刚刚的第一阶段，这个是第二阶段，好，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今天的话呢哈，主要就是把。 325人事芬兰这一题啊，两个，一个用 index， 一个用 VBA， 好，所以将来考试的话，如果考到这一题啊，我会给你一个空白的档案，那你就给我两个工作表，一个工作表是用 index 完成，一个工作表是用 VBA 完成，哦，OK， 那今天这一题也许你就把它做完，一样把它交到那个 portal 上哈，作业区里面哈。